姐姐姐，我刚看到你的信息了，您那个没有房顶的不能用我们的抹墙机，可是你可以用这一个喷涂泵，也是我们今年公司今年发的产品，已经卖了好几套了。你看我们现场都有很多客户每天都过来工厂这边学习购买。这个喷涂泵的资料我稍后也发给你一下，它特别适用于外墙啊，然后像你们刚刚发给我的那个没有天花的墙。